这个饿起来，可能你就是没有办法，不能，就是已经不能用什么道德沦丧来形容他了。你觉得他有的人可能天生他就是个魔鬼哈、啊？嗯，可能是，对，所以这其实就收回到，家教的一个问题，就可能大家一开始生下来的时候，可能都是性格里面都带着恶的嘛，然后后来的话，在后天，在你小的时候，慢慢的通过自己的父母的家教，然后还有自己经过老师的一些教育啊之类的话，就慢慢的把这个性格改成了善的性格吧。嗯，是父母的约束可能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哈，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可能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哈都有住着这个天使和恶魔，都是一直有天使和恶魔在彼此在打架哈，可能这件事情上你体内的恶魔占了上风哈，可能另外一件事情可能你体内的天使占了上风啊。我们也不是美国队长嘛，不可能完全是个大善人嘛。对，但这个事情哈，就是反正我会觉得说，我可以理解的就是啊，我不爱我自己的小孩吧哈，可能出于某种原因啊，我要生孩子。